堂兄妹的堂妹，其實我自己咧都好中意睇一啲同自己差唔多年代嘅一啲愛情片嘅。咁舊年咧就有好 hit 嘅《那些年》啦，大家亦都諗起唔少回憶啦。而我咁啱近來做嘅一個舞台劇咧，亦都係講翻關於80年代嘅一啲學生啊咁樣嘅愛情嘅故事喺入邊嘅。而近來我最心水嘅選擇咧，就係 Angelababy 同埋趙又廷主演嘅《第一次》啦，因為入邊我見到佢哋無論係趙又廷嘅嗰個風格啦，同埋 Baby 都係見到佢第一次好努力咁去跳舞啊，同埋我亦都有聽 Baby 咧第一次唱主題曲喎，所以咧對於呢套劇亦都係非常之期待，亦都好睇過佢哋嘅 trailer 之後咧，亦都好期待佢哋入邊究竟佢哋嘅戀情最終會係點嘅咧？究竟袁咏琳又會最尾又同邊個一齊嘅咧？咁樣咁所以咧喺呢度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齊同我喺呢個戲院度嚇睇下見唔見到大家啦，一齊去睇呢一個 Angelababy 同埋趙又廷主演嘅《第一次》。